发现于今日凌晨4时许，本所接获渔民通报，在憨子寮大排出海口北岸发现一具浮尸。海巡及消防人员赶往现场打捞上岸，经由警方查证，死者为40多岁男性，没有明显外伤。透过机车车牌联系死者家属到场确认无误后，全案已由警方侦办。至于详细落海原因，仍有待进一步厘清。